自三岁开始学钢琴的周杰伦，日前就在 Instagram post 了一段片，大騷琴技和他的三角琴啊，不过就竟然被网民留言说他吵到邻居了。不过周杰伦就霸气回应说，他有想过的，但是他屋企没邻居，多谢。其实周杰伦所住的豪宅是顶层复式单位，屋内的面积超过9500尺，价值大约1.7亿港币。周杰伦还花尽心思豪装，将屋入面的空中花园打造成360度零死角的景观台，可以观望整个台北市。而豪宅大堂的6米巨型水晶吊灯和石材雕刻都是由意大利空运到台湾。